笨的跟乌龟一样。开矿没有说真的很好，没有，不是很快啊。其实32应该是有。这把是你假用的，一点一百。对啊，但是这一套已经差不多了。拉弧形，安全起见。竹林卡就是方向不能打太多去转弯，所以尽量就是直的在打。你要打一点，但是力度就不能太大，就是要有一点，要有一点弧形，要线型。买袂使一下子夹惊了，很多路袂使去夹惊。背包有袂的习惯。哦。要准备对啊。对对对，袂使去夹夹惊。3:22，37。太暴力了。102是神车，好不好？3:23:12。9 minutes left. 10:21:83。小弯手速，直线看下去，慢慢弹上去。3:22:12。我刚从后面追，追的好累，一次追好几次。因为摩底牌，追13.5是比较顺。3:21:81。8 minutes left. 起床一定要抄啦，起床无抄你真快就跑。前面标题武功也太快了。对啊，但是暴力。3:22:06。对啊，你还够挺暴力。你上辈子在哪爬的？3:21:65。哦呦，就抓干，你是很多人还没得干干掉你。你跟他一跟他先试一下，抓那点那个。丢，尤其又这么不抓的地方。3:22:05。7 minutes left。啊！阿丹怎么这边跑出去啊？啊，搞错了，吹的时候走错地方，看眼花了。